这个里面只有八把武器啊，八分之一的机会啊，会不会有苦无？等我等这课很久了，应该是封攻，不要，我不要封攻。呸呸，看清楚了。我们要分享一下哦，他看起来就懒得分享。我们让啥的光很色，那我先把你光了。那我那么弄没有啊？空空的，空空的贵，然后什么是空的？什么意思？有人说公很小啊。啊啦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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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抓全部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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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剪辑，你直接被小帮手预估这段一定会变成中间那个跳过场片段。哈哈，好像小朋友，因为我姐的小孩，我姐的小孩就还在上幼稚园呢。我去他家就听到这首歌啊，在这边听到 baby 抓大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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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可以把耳塞了吗？可以了，对吧 ？BB I'm super BB I'm super， 会去拍忍者吗？会啊。你拿着眼睛看到我要退坑，你是不是欠我骂？是不是？我现在如果天天玩 Apex， 你问我会不会继续开忍者，我觉得可以。我他妈我在玩忍者，你问我会不会继续拍忍者，是脑子被雷锤到是不是啊？见鬼嘞，欠骂哦！对不起，我被叫走。可以拍风之谷吗？哎、欸，你怎么知道我在玩风之谷？我最近燃烧有练哎、欸，我刚练完一只主教，主教超难练的。哎呀，我有给他吃燃烧，好难练的那只角色。可以用 B 点到 B 头吗？哎、欸，我可以耶、欸！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，差一点啊，没办法，舌头不够长。比较常看 YT 留言还退群的，都看啊，我心情好就看哪边跳得多我就看哪边，不是，基本上原本都看的。但如果 YT 太多小屁孩问题，月野想不想跟小帮手提问？月野小帮手正吗？月野小鸡巴比较正还是小帮手比较贱？月野你怎么之后要怎样？月野你会清洗吗？这种的。太多那种屁问题，我就完全不看 YT 了，所以请克制一下自己的言论，不要导致人家害我不看 YT 留言。是的，把麦克风埋掉就世界末日啊！不会啊，你要试试看吗？抓啦啦嘟嘟嘟嘟嘟嘟抓！哇，要被剪！小姐，你可以不要乱剪吗？你放旁边小帮手预测你会剪什么？好扯！巨蟹座跟我姐一样哎、欸，巨蟹座女生真的蛮棒的。嗯，怎么了？哦，我在说我姐，又不说你，怎么了？天蝎座女生真棒哦，只要是女生都棒哦，男生也棒啊。只要身为人都棒啊！哇操，越讲越魔越黑，人快没了。哈哈哈哈，我人要没了，谢谢推水，用你推水，明天更美好。你不爱小王什么爱？我对他的爱有滔滔江水连绵不绝。我之前高中，我在高中，不信你去，哎、欸、学弟你去挖一下我们的时空胶囊哦，我们埋在那个后面的树哦，后面的树有我们那一届我们那一班的时空胶囊哦，你去挖出来看，有个叫。他瑞里面写我要打 NBA 哦，你去看哦，决定去挖一下哦，一定有，不知道那个胶囊还在不在哦。而且我们班也没有，我们班说好十年后、二十年后要去挖，还是十年后要去挖，也没有人联络。我们那个要，你记得去挖，真的假的？不知道那个时空胶囊埋在哪里，我已经忘记了。那时候我高中的时候我打 NBA 哦，我去文化大学主要是因为文化大学校队篮球队那时候很强，想要当篮球校队，但没办法，人就是全十美的，我们家体育就是有障碍，100公尺跑20秒，没有，不是啊，我以前真的很爱 NBA 的，所以我现在会看，我也会看，我还是会看，大家也看一下。其实我有没有一度要做瑞爷说 NBA 这种 YT 频道？
在那个战旗结束很无聊那段时间，我不想做战旗了，我也没有想玩的游戏。灌篮高手那时候也还好，没有想玩。那段时间，我原本想要做什么瑞爷谈 NBA 之类的这种新的频道的。篮球打不成，只能当小丑啊！我现在就是小丑，给你们欢笑啊，没办法，就是。身高走高175而已啊，现在跳一下不会骨折，但是会抽筋吧？就是一乳酸很容易堆积，太久没运动，然后就会很就是会。就是怎么讲，我身体记得那些招式，那些帅气的 crossover， 但是做不出来，你懂吗？身体记得，但是操作不了，这感觉很奇妙。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讲，你记得这样子靠，你记得就是在这个，可是你的身体跟不上，你的身体真的跟不上，你的肌肉，我现在没有肌力跟不上那时候的操作，老了，那就是老了，没有啦，应该只是没练而已。我身体素质退化太多了，我以前每天打球的，天天打 ，everyday 打。我妈还都说我不吃饭，我其实吃很多饭，只是一直运动就没了，热量就没了。厉害厉害，疾风上跑的人上我就不讲话了。好久没有跑了。冰天雪肉哎、欸，想弄死人是不是？哇！哭啊！我的 T 恤。怎样啊？我想抽出一只六命啊！现在只有一个情况可以阻止我抽东西，要么出一个六命，这三只随便一只六命都可以；要么就出一把苦，就这样，出一把苦或一个六命，我就停。好，来了，我开抽了，顶一个，不然就把它抽到零好了。杰森不足，师傅狗补足啊！一金光闪闪，金光闪闪。来，继续抽。好了，开始了，我们开始。跟我们一起念一遍。操你奶奶的苦！苦！再说一次。苦真香，真好用。苦真香呢？哎，金光！啊！风扇加倍是不是啊？白痴哦，我是来抽忍者的，不是来抽武器的、啊，大哥。又要抽十三小，我想抽出一个六命角啊！敢不敢给我忍者啊？忍者，六五芒星那一种，砰！五芒星，轻轻轻轻。
我不是在抄营销的吗？冷气已经变成零的形状了，唉，恶心！不抄了，我不抄了，我不抄了。现在在干嘛？没事，小帮手没事的。小帮手来了，主播死定了。小帮手有人在拆房子，哈哈。我只是把房子的一个砖角挖掉，然后去抽东西哦，还好吧，不严重吧？偷抽还敢叫那么大声啊？没事没事，我只偷厨艺单而已啊，没事啊。哇，两颗冰淇淋，好舒服哦，是两颗冰淇淋哎。淋的房子被淋砸烂了，那个掉下来的是我家的房子砖瓦。